舔狗日记之峡谷不粘锅。我好哥哥被夏罗子被抓的不行了，哭爹喊娘了，我们得往下罗拿。不用，还行。就他们几个就特别针对我好哥哥，你这就根本就不当人，就动不动就给夏罗抓一会儿，干嘛打麻将的呢？是啊，串门呢、啊。好哥哥，这不我就夏罗帮你打反蹲，这人但凡敢来，我让他有来无回。一个小东西还敢烦我野区，吃马硬敢扑腾你爹了是不是？我来了。还敢来翻我的野区？你们可以来抓上我来来，没事，这波我偷偷的绕到他们的腚沟，从他们屁股这个位置，出其不意。好，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。好 ，nice， 你牵着我吧，你牵着我，没有你我不行啊。我现在认清我自己，我感觉没有你我啥也不是。好的，我来接你了。好的，感受到了，吸引到了。你走向我，我迎向你，可能这就是爱情。你看这个姑娘，这我不得治他一波？他蛮好的。草丛钻这么多人出来，哎呀，完了，操作起来了。作为峡谷不粘锅，我觉得我有必要为我这把的发挥失常找个理由。怎么说呢？就可能是自己打单牌打太多了，打五排不太习惯，不好意思吃大家兵线啊。对，我这个人啊，就脸皮薄，你知道吧？不好意思吃大家兵线，都是好兄弟，同富贵。没事，你可以站在我后面，不用每次都站在我前面替我抗伤害。我先死，然后你后死。我感动的留下来。主要是你死了，你的 buff 加成没有了，我可能也打不了。但是我死了的话，你就直接走就可以了。小明，你好好听着，你看到没？就是。哇，我每次带小明带着他，说那是你不帮我顶伤害，你为什么不顶上去？那怎么说呢？就我好哥哥说的，反正也对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，听话就好。